对方封个烟出来，一颗雷把他炸死，他一般都能活着。真的，进点贴连，右边，低抛。哎呦，哦哟，这个雷，<笑>他做了躲避的动作，哎，有没有可能是他紧张摁快了，连摁了两下，我猜是什么？他切到二号座位想下车，想下车，结果那边是墙，弹回来了。对对对，他开枪告诉别人他在哪儿，那这边弟弟肯定要干你啊，他怎么？ 怎么能容忍呢？他不可能容忍啊！是的，已经猜到了，在前面那个坑里面，那无泪啊，这个雷出去应该就 GG 了。还有的跑吗？空爆没炸到，没有炸死。哎，反人雷，能不能扔个顺爆？进阶两个哥们儿好像没雷了，开始扔火瓶了。不会被他反炸一个吧？我觉得有很大概率。 这个雷扔的有点捏久了，还有最后两颗，有了我感觉，哎呀，还是稍微差了一点，都没有炸到，直接高打你，王弹过来强行把他吃掉，终结了他罪恶的一生。崔乔在这个地方已经玩了很久了，刚好学了打起来，哇，他没这个血包，感觉这一波就能炸到，哎呦，直接被秒掉，地打高打头。 人再打，但是侧翼还有DK啊！有人来劝架了，再打一个背身，这个二倍镜，有人来劝架了。是的，哎呀，如果能重来，我要选李白啊！嗯，我想做曹操啊，谁又不喜欢呢？嗯，有道理。好，来这边十七想要过来接管战场，哎，漂亮，很准，久病成良医啊。 三分入筐，这个扔了，看得到吗？头顶看到吗？有影子啊！看到了，这能看到了，能看到影子，这很明显。跳起来了，哎呦，差点划了一下，不开劲啊！哇，吓人啊！这三机甲帮大忙。是的，然后打一个十七兽的电脑，很爽。打十七，啊，对标有点像啊。嗯，是的。哎呀，这边打个背身，就你接，他。 他为了补人自己被打倒了，是的，而且小北是用妹控打掉的，感谢十一兽送了一个拖拽板，哎呀，但是蜡石这边太弱了吧，就是，你只是把对方打中一枪而已，你就从烟底后面干拉出来，自信，我一比砸，哎呀，换掉，在你的镜头，你感觉他只打中了一枪，在他的镜头，大惨一丝爆头，是的，这对话好熟悉啊，这不是 LSP 战队的经典对话吗？哎呦，小北也被抽倒啊，被明明放倒了，是的。 I7反而是活下来的。哦，牛尾币这把无敌啊，感觉。嗯、终极拉开。山头，是个胎。那是个胎吗？是胎。哇，打掉了。真是渣男。哇，这他都找到的一个。哦呦，瞬间被秒掉。是的，等他回到防区，发现自己的胎被卸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？他应该能猜到吧。这一口气，是吧？尤其是对枪的时候，打倒一个，哈，就直接就油门，直接往上冲。哦呦，打倒一个防区的。 怎么说？距离远了点，这个大过点可能会被 newhappy 狂死。newhappy 这边道具太多了。看119这把，哎，这个，哇，他这个刚才把一个雷弹开了，但是没办法，哎呀，哦，好像是接近无伤啊，没有倒人，碰完了。世界冠军毕竟还是世界冠军，确实很难了呀。是的。 但是所有人都贴到脸上，明明这把 AWM 它毕竟是把栓狙，它一次只能发射一颗子弹，一旦没有形成机，哇、哦！你说什么？直接爆头好不好？再来补一上一颗雷，恭喜牛海比九杀吃鸡，猛啊！不愧是，他可是明命啊，确实。那毕竟。